我们学佛的人要明白，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锻炼呐。练什么呢？练不执着，不分别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这叫真功夫。难是不容易啊！佛教我们有个方法，叫净宗同学。你用什么方法来化解你的妄想分别执着？净宗的方法非常巧妙，就用这一句阿弥陀佛。宗门大德常说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什么念头呢？执着的念头，分别的念头，起心动念的念头，习气嘛。念头才发第一念，第二念就回归到阿弥陀佛，把这个念头打掉。只许心里头有一个念头，你分别它也好，你执着它也好，你起心动念也好，就是一个阿弥陀佛，一心不乱了。那这有分别有执着？是的，是有分别，是有执着。佛在经上教给我，执持名号，执就是执着。你只有这个执着，这个执着的感应在哪里呢？果报在哪里呢？在西方极乐世界。它跟六道不相应，它跟十法界也不相应，它相应的是西方极乐世界，这叫什么？待业往生啊！带着你智持名号这个业去往生。这是在八万四千法门其他法门里头没有的，没有就难了。我们怎么成就极乐世界第一殊胜就是准许你带这个业，不是带别的业，就带这个业，支持名号，其他的全都放下了。这个业是净业。趁它未尽，它跟净土相应，它跟六凡不相应。六凡是染，四圣法界也是净，它不是阿弥陀佛。